是他 Another Brand 的自然主义保湿洁净卸妆棉，都是经过美国环境工作组织 EWG 的认证哦。而且呢，很重要，它的成分是拥有天然死海绵的萃取物与尿囊素。一般的市面上所贩卖的卸妆棉没有这颗粒状，你看它其中一面，它有很多一些些为凸起物的颗粒状。那这些呢，可以把我们脸上的毛孔、一些彩妆啊跟脏物可以彻底的清洁干净。你们看，是不是非常厉害？一次就解决了88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你们现在终于知道神级的卸妆棉到底是谁了吧？就是这一瓶，真心推荐给你们哦。